Hello，晚上好呀，大家。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回到来都好晚了。Hello，挺可爱的。只有今天这身吗？晚上好，这样子可是的，我收到了你送我的口罩了，好可爱，今天刚拿到。谢谢大家的礼物。我昨天我不知道，原来就是放在寄存处的老哥哥们会直接给我们放在一个地方，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就忘记去拿了，然后我今天问哥哥我才知道在哪里拿。喝的什么？喝的陈碱性苏打水，就是零糖柠檬水。五场几点发车？应该是早上吧，还没看消息，下班还没看消息，应该是早上发车。晚上好呀，你们安全回家了吗？不给他打广告，给他牌子遮住。十点半应该，什么十点半？哦，发车不知道，我没有，我还没看信息。我看我收到了一个，这是卡。话说这是自己写的吗？贴起来是啊，哈哈，哎，掉，贴起来，陈姐，你是懂谐音梗的，咱们放点 music 吧。静，我在直播。尽快。对。一个人吗？这里不是都是人吗？嗨。都只有我和陶慧在直播。Hello。嗨。陶慧在那边，你拿这个，在这儿。我这个还没切啊。来。咋了？好了。拜拜。什么都掉了。什么东西掉了？没有，是这个。拜拜。拜拜。这是别人的 ID， 贴起来。Oh no！ 刚刚是 P 姐，就是她的东西忘记拿了，帮她拿了一下。然后我刚回来，所以我就刚帮她带回来。这个会倒下吧？我去。晚上好呀，大家，放点 music 吧。陶慧，你播了吗？你不播吗？不播啊。哦，好哦。咱们就在旁边，连什么麦？姐姐，是什么需要连麦来讲？你有什么重大发表吗？陶慧问我连麦吗？晚上好，他就在我旁边，我一个我躺下的距离都不到。谢谢小青的巧克力，一厘米连麦。什么叫一厘米？我说我躺下的距离我才一厘米啊，在你的概念里，我才一厘米啊。话说我明天带这个。大家觉得呀，喂，断了！哎呦妈，痛死我了！我的皮筋儿。有人要来抽柯南的小卡吗？明天来找我抽柯南的小卡。我带了好多来，然后我今天又收到了
柯南还有三六的小卡。什么？我的什么？我的小卡什么时候有啊？我都没有看到我的小卡。谢谢熟一送我的玫瑰花。那不到，那不到。我昨天在别的礼物里也收到了小卡，与大耳狗的小卡，我还收到了陶慧给我的他的小卡，甜蜜水蜜桃，甜味水蜜桃，说错了，说成甜蜜水蜜桃，喜拿，那感情好，羡慕了店员的，你也可以。晚上好呀，快召集大家集合，我浅播一下，因为明天还要上班呢。你润回老家了？哦 ，OK，OK 吧 ，OK 吧。你昨天看完就走了吗？晚上好，大家。明天还一整天的班，是的，从早上就要出发了吧？一直出发到，哎，晚上几点？2点半开始就是，8点半，好忙呢，还好，所以上来说晚安，好好，所以你明天来吗？谢谢你玫瑰花，但是小吴拿给我的时候，刚好姐姐们他们要走了，我就给姐姐们，让他们帮我拿跟车回。好多卡，可是你们抽卡，我可以整些什么活呢？家人们，你们想看我整些什么活？看看运气怎么样？要不现在就直播吧。终于到家了，没赶到啊！辛苦了。飞牌切西瓜，那你明天拿个大西瓜来吧。你站在我的红板凳那里，我给你飞，好吧？让哥哥计时，看看，哎，一张券是多久来着？2分钟？1分钟？1分钟？还是2分钟？晚上好呀，谢谢小林送的荧光海，谢谢你哦。这个卡的我喜欢这种材质的卡，我看一下我之前的那一套在哪里。哎呦，在这儿，给大家展示我之前集的这套卡。看，这是柯南平凡之路。好的，我点着听还是怎么样呢？小林鸡那好，橘卡路，哦，开心吧？平凡之路。谁吐槽你？击毙！大家看，这套还要专门去。拿什么？哎，我忘记了，就是这个006这个006要去买专门的，就是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包才能抽得到。
但是我最好的那个卡只抽到了柯南，就是 AR 只抽到了一张柯南。我曾经拥有着的一些，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。哦，记得，帅帅。然后这是 SR 的卡，但是这套卡的质量我觉得太薄了，我喜欢这种厚厚的硬卡。请九帅帅的。还好吗？还是更暗。我二月十里天，我曾经怀了我的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想寻找无法自拔，别走别挂，太高了，唱不了。集齐了吗？除了 AR 都集齐了。怎么样？看得开心吗？除了 AR 都集齐了这套卡，连最难就是普卡里面就是最难出的006我也集到了。哎呦，又掉了。向前走，就怎么走，就算被给过什么。向前走，就怎么走，就算被夺走什么。向前走，就怎么走，倒也没你说那么僵硬。大家就是来看看板正三零是吗？怎么样，今天我性感女人吗？一个深情唱，一个深情情歌，唱歌好好，什么东西？太性感了！你又没来，66.6是什么东西？分吗？一个唱歌在哦。是门票吗？66点，不知道镜头吗？反正我线下看还可以。OK， 谢谢你，是吧？我今天是椰椰鱼的花，我们彩排的时候前辈都震惊了，他说应该让我当瓜，让椰椰鱼当花。难道我不花吗？为什么就不能是我是花？微信下单哦，是那种。音乐餐吧吗？就是那种音乐饭厅，餐厅。扫码哦，唱的很好听，都是深情，都是深情。谢谢你们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卡吧，我收到的这个。你点了好的歌，你也花呀？对啊，我不花吗？他们觉得我比椰椰鱼更适合当瓜，但确实他今天太可爱了。椰椰鱼前面很可爱，我是萌妹，但是我今天是性感女人，我也花呀。好，你们在现场看着我花就行了，我跟他两个人搭会不会违和呀？好搞笑。我一开始感觉跟灰灰前辈搭还好，然后一跟椰椰鱼搭，我就觉得我有点好笑。狼狈呢？狼狈了呢？
可爱，你点了好多歌，咱们当乖孩子再等一等。是的，我要做女人，做，我要做女孩，做女孩精彩不停。可能笑场中，你们看到我们俩笑场了吗？太搞笑了，受不了了，演不下去了，我们俩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单独包是什么？你是百变，我是百变小林耶。哎呀，掉了。我的黄昏掉了，我还收到了 QQ 前辈的 小卡和海报，是稀有卡哦。让我们来拆一下吧。专业的呢？怕拆，怕滑到它。哇塞 ，PR005。好甜，磕到了。锦花跟锦草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吧。开出私有卡，有没有这种可能是人家给专门给我买的呢？啊，人家专门给我拿的。哼，我很熟练的。家人们，咱们开始拆卡。有没有？我们来一个荧光棒来点数字，点数字参与一下好吗？谢谢我们的供应商彤彤彤。2 4 6 8 10，18张，我们捡有捡到哟，准备好了，咱们荧光棒带数字怎么样？咱们就来浅浅参与一下。一，谢谢九仙的 N3荧光棒。好吧，你说从1到18你要哪一个？你要先开，让我开哪一个呢？咱们一起体验一下吧。谢谢彤彤彤，你要7，好，我们公平公正，公平公正。彤彤彤，记得带数字哦。3，谢谢十一，来1，我们是公平公正，公平公正。从，你是想从前，首先你想从前往后，还是从后往前？首先你要从前往后，还是从后往前？大家把从前往后，还是从后往前告诉我。这是前，这是后，从前往后数。好的，1 2 3 4 5 6 7，好，七啊，第七个。这个是九仙的啊。咱们婷婷，谢谢小莫送的 N3 荧光棒。那我们要先这样甩一甩。甩一甩，对吧？然后这样就不会捡到卡。好了，我捡喽。拿出来的要捡得很整齐。哇，哎，这套卡好像是我集的那套卡耶，确实专业呢，是吧？让我们来看看
看看九仙抽到什么吧。这个是普卡。哦，叮！哎，有没有铃铛？叮！叮！恭喜九仙开出了一张 SSR 的怪盗基德送给三菱，这个有没有名字呀？这个基德是哪一张？反正咱们叫他戴帽基德，他 SSR 肯定不止一张基德，我觉得。然后叮，一张 R 的小 I， 然后四张普卡，谢谢九仙送给三菱。还可以。不是必出吧，应该。来，我们给九仙套上卡套，送给三菱。好，我们下一个是，大家刷慢一点。下一个是彤彤，要从前往后的三。从前往后，一二三，第三包。这个流程记得够，我们算一算。哈，保底机，我这个我不知道呀，但是我们去看那种开大盒的就比较知道。我们点个口子。啊，这位顾客你要不要留袋子呀？这位顾客，让我们来看一下啊。谢谢紫菜送的两个 V 荧光棒，是不是手指还得缠胶布？我走数主播第一次开手生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普卡撞了，咱们分类一下，我们先我来看一下，普卡一张，这是场景卡，哎呦。普卡场景卡，普卡一张。哦，这张是新的场景卡。耶，基德跟柯南，放好。下一张，哦，叮，恭喜你抽中 UR 安室透，哇，恭喜你，彤，很欧哦。抽中了 UR， 叮叮叮，给你装起来。叮 UR， 他这套卡的风景是 UR 还是 AR 啊？我不知道这套卡呢。叮，这个是真欧。还有一张荷叶的 R。OK， 剩下的都是场景卡啦，展示完毕。然后我们接下来是谁呢？心满意足，谢谢彤，安室透，下一个，让我们来看看。下一个是十一跟小莫，和小莫要从前，十一要十一从前往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这张哦，大家请耐心等待，马上就到你啦，小莫还有饭团。咱们甩一甩，我们来看一下十一的手气吧。哦，安石头进去了。有没有那种卡架把它架起来？应该要，哎呀，要把它放在卡架上，把它架起来。剪一下，掉了，我们的基德掉了，把它架起来。从后往前的七，好的，稍等哦，你前面还有一位，请等待，你可以抽两套哟。
哇哦，是一套新的场景卡呢，这个开头这一张，让我们轻轻的打开吧。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第一张场景卡是我们没见过的场景卡，第二张哇，圣诞节没有见过的场景卡，第三张场景卡，第四张哇哇，其实十一年满欧的，这几套跟前面的都没有重合，都没有重合这个场景卡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SSR， 哦，是新一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后面那张，哦，是圣诞的 Ice Toe。真是可惜呢，真是可惜呢，没关系，但是我们开出了工藤新一，恭喜我们十一开出了工藤新一，帮你把它装起来，送给三菱。先展示一下，先展示一下。好，下一个是，大家等等。等等，要等等，库存量要不够了，库存量要不够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，我还是拿笔记着吧，我要翻弹幕好累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它记下。小莫，小莫是来，我拿笔记一下，记下。小莫是。二从前往后二，然后下一个是饭团的两张，谢谢你的两个荧光棒。然后后前期，后期和什么呢？前后的五，前五。然后谢谢七七，七七你要什么呀？谢谢云君的四个荧光棒。然后小莫你要一起开还是一会儿再开？有一种最近的好运都用在这里了。好，七七记得报数字哦，七七。然后七七之后是云君，你一会儿再来个后前，后往前哦，二后往前二，好的，云君呢？然后小莫是个，小莫是后往前二。好的，咱们先停一停。谢谢小丸子送的两个记荧光棒。等一下，咱们停一停先，停一停先，咱们先抽卡。Stop， 这个卡要是不够了怎么办呀？今晚几点下播？今晚尽早，咱们一点，尽量一点前下播。明天还要上班呢，我赶紧抢，快没了，快没了。大家沙漠，等一下，先停一下。先玩云君呢？云君呢？玩。云君后四，我这还有三六 ，yeah up， 加起来，三六你准备好了，三六贵贵的，看一下啊，我们先从小莫的前二，一二第二套，咱们这个流程进行的有点慢，家人们等等我好吗？咱们把它剪开。拆卡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小莫的第一套好吗？轻拆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拿不出来。对，先哦，居然是场景卡，新的。恭喜你，新的场景卡，耶、yeah ！然后这张场景卡也是新的，
这个是旧的，我们再前景展示一下，这也是新的场景卡。哦，这个场景好有印象。哦，我们恭喜他，叮叮叮，恭喜小莫，叮叮叮。SSR 的柯南还有 R 的原菜呀，我们把它抓起来。哎，这是什么品质？SSR 应该，我猜在这里应该是第三等吧，因为第三级吧，因为我觉得应该是第三阶，因为 UR 前面应该还有个 AR， 我觉得 UR 是顶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了解这套卡嘞。阿斯透好帅，谁懂？我把它放心上。抽到主角不亏耶，恭喜恭喜。嗯，然后我们看下一套，是我们的饭团后期一，这个是后面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个还有前五，一二三四五，哦，有开两包了。我们剪一下吧。对，抽到主角不亏，恭喜他。是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一起。咦？哦，新的场景卡，都是小兰跟柯南耶。你们更喜欢小兰跟柯南还是多少钱包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我之前买的话。哦，这套卡饭团，这套卡哦，有 UR 哦，麻了哦。对啊，这个系列好像自带塑料，我之前抽的它都不带塑料袋的。我们来看看是什么，问题了，有没有打架啊？场景卡只有这个是新的，咱们就把新的展示一下吧。还有一个这个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要看 UR 卡了，掉了一张卡，掉了一张场景卡，掉了一张场景卡。七个等级 ，Oh my god！ 那 UR 我现在都怀疑它什么等了。激动啊，激动，是谁呢？哦，粉色粉色，哦，金的金标是小蓝吗？这个，哦，哇，小蓝 ，QR， 那 UR 是什么档？是什么等？什么档？哇哦，还有一个佐藤，现在的 R 卡还没有重过耶，谢谢大家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，绝了绝了，好运气！祝，那个什么来着？祝你，这一盒能出什么呀 ？OK， 哇哦！你还有一包，还有一包，我们看一下啊，重复的场景卡我们就不看了。哦 ，XR UR QR， 哇，那 UR 比 XR 高一等，就是二阶，哎，这个是三阶，哎，二阶三阶，跟我一样可爱，谢谢你。我们来先看看后面，哦，没有，平静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是一样的场景卡就不展示了，哦，这个是新的场景卡。哎，两张新的场景卡。哦，抬走，
什么？那句话怎么说？欧台走，没有出道，只有两张，一张 SR 的，一张 SR 的元太和光彦和 R 的光彦。抬走，这波抬走，这波抬走。OK， 下一个是七七的前后二前十后一二第二包，还有前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晚上好，卡卡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电子开包是不是很上瘾。我之前很上瘾啊，很上瘾。我那时候刚进团，就是我刚签完合同，然后那段时间一直在家里做，然后我就老看这个，好好玩，我也觉得好玩。让我们来拆一下吧，变开卡主播了。我们这次两套一起开吧，我们先一套一套开吧，一套一套开比较有意思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平静，这一包很平静。那我们从前面来看，这个是撞了的场景卡，哦，新的场景卡。谢谢十一送了两个荧光棒，我刚刚前面还有漏的，你们要跟我说哟。然后也是撞的，哦，抬走是一个 R 和一个 SR 七七，一个毛利小五郎和一个瓶子。然后我们看下一包，看一下七七的下一包怎么样呢？怪不得成为小毒狗，是吧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包，我觉得不会一盒就两个吧。平静平静，看一下我们 SSR 吧。哦，抬走七七，只有两张。R 卡，一个是小兰，一个是柯南呢。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再看。这下都是蓝天白云，不要乌鸦嘴。场景卡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新的。哦，有新的。我们的小侦探们，还有一个这个，哇，这个好好看，喜欢喜欢。七七这张也不错，这张场景卡不错不错，都有限制。对啊，它好像一盒好像就是能只能拆出多少来着，我记得我现在这个拆出了两张 SSR 和两张，一张 QR 一张 UR。 下面是云君的后四，从后往前数一二三四。云君在吗？云君，我们来看看云君的卡怎么样吧，能不能出张叉？不知道哎。哇，这个新的场景卡，这个好像是新的那个电影的那个主题吗？这张也好好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等三丽欧，可以的。主要是前面的我没有按，你们帮我记一下好吗？下一个是谁？让我们来看一下背后先。平静平静 ，Valley 的平静，让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出到 SSR。对呀、啊，都是固定的，甚至有的一盒里面都出不到两个。看一下，只有这张是新的场景卡，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。啊，我的新蓝。哦，看一下还有新的吗？哦，恭喜你吃了一张 SSR 的安室透。叮叮叮叮叮叮。哦，另外一张阿卡也是主角呢，是吃你在吃年糕的江户拓安，是我们的 Conan， 蛮好看的。出了一张 SSR， 三，感觉这盒也蛮不差的，蛮不差。然后是小丸子，我都不知道后面是谁了。等一下，大家等一下，弹幕我先那个刷一下。啊，他不会没了吧？啊，被刷掉了。你们刚刚有谁送了？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呀？小丸子，你是什么呀？然后小丸子后面还有谁呀？
小丸子你要什么，然后小莫还送了四个荧光棒，是不是还有谁，你们能不能说一下呀，我这里没有写了，后面能帮我说一下吗，我翻不到上面的。我、哦、前往后68，你的2+4，你的2+4就是你后面还送了2个加四个是吧，你是都要抽柯南吗，咱们一下然后11是要三丽鸥是吗，哦那你四后面的四个你要什么呢，都抽素三丽鸥，还有谁送了我没看到的，我这个翻不到了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划不上去。十一，你送了几个呀？四个吗？还是两个呀？小莫是四个是吧？四个都抽了吗？四个。小莫，你的后二抽了吗？那我们先抽丸子的前六吧。第六包，然后78，第八包，你的抽了一包。哦，你有一个后二是不是？我这里写了一个后二。好的，那你就是还有六包是吗，你还有六包是吗，我戒不戒赌就看这一下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写丸子老师的吧。一包五，两张封面的场景卡都是重的呢，树，好的。还有谁送了？彤彤彤，你是不是送？没送吗？嗯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后面。哦，平静。我们来看一下啊、哦，场景卡。OK， 场景卡只有一张没有重复。哦，抬走是一个元太和一个高木，但是这个元太没有重过，这个是抠摸手指的元太，两张 R 呢 ，UR 的地位，看一下，平静下吧。哦，平静，我觉得应该已经出完了，平静。重复，欧皇的自信。重复，哦，抬走了我们的小丸子老师。OK， 戒赌了，好搞笑啊！然后是十一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前二吗？还是你剩了两个？莫哥，你还抽这个吗？还是要抽三六？哦，恭喜前辈，好羡慕，什么时候我也能收到就好了。第一批好多，小后辈也有，眼红了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安慰自己，吃个糖吧。十一。还有人没有人送啊？你们有帮我看着吗？我要个第三个吧，一二三。
不敢说话了。没有，我就感慨一下，大家不要有压力，羡慕而已。自己什么逼样，我自己知道。苦涩。来，你不服你要抽三粒哦。好的。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包，然后小莫的后二，我看一下。一二，小莫，你是不是还有四个？你也留四个三六，好的，那这个先给你抽了哟。减减减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谢谢小丸子送的三个鸡棒。平静，小莫，平静，平静，平静。来看一下，哦，有一张新的场景卡呢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哦，有个世良和一个柯南。代表的柯南抬走咯，这个包抬走，是的，和我的人生一样，不至于。大家要看三粒欧吗？那这里还剩一二三四五六，还剩六包啊，柯南只剩六包了哟。然后小丸子十一，你没有报数字，十一在不在？然后你要多少号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吧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左是三丽欧了吗？是的，三丽欧的好多，好喜欢呢。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三丽欧的吧。哇，三丽欧的是十丸呢、欸、谢谢七七的四个绿棒。我们来看一下吧，饼干吗？是的。这个饼干要拆了就要吃吗？我们拆一个看看好不好？我自己先拆一个，我要一个左边的第三包。现在送三流什么东西？什么送三丽欧的还来得及吗？你在说什么？香香草莓味的啊，他这个拆了要现吃哎，要不我们不拆吧？我的妈呀，这个还有投票券，什么鬼？我要为我的双子星攒投票券了，我自己抽了个小丑鱼。好熟悉的流程，哎，给我给双子星送分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拆了，我把它折起来，明天拿给你们吃，你们吃吗？嗯，然后密封袋把它包起来好吗？是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啊，十一还在不在？那我们下一个咯。小莫，你的四张你要哪四张呢？你要哪四个？左边还是右边？
我都是铜钱数，你就说左边第几号就好了。吃饱，草莓味的威化饼干，可以。你要哪四包？你自己要四包吗？还是要我帮你选？那你出来谁吧，我帮你吃。明天看谁来握我，我就帮你给谁，好吗？你选，都我选吗？四包都我选，小莫。那我要左的一二二号和三号，然后右边的一二三三号，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第八包。那我给大家点好点。我们两包两包点。好的。欧的算我的，飞的算你的，明白了。我们先看头两包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档位是怎么算。哎呀，这个没剪开。哎呀，失误没剪开。要放好运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，还是普普通通的一张投票券。哦，是我们小黑狗啊，小黑狗，我们的酷，我们的小酷，放心哦，我帮你拿好。好的。第二包，应该人就是。投票券。啊，双子星，恭喜！叮叮叮，叮叮叮，恭喜小莫开出双子星。哦，一放音乐就。真来了，有一种莫名的玄学。玄学，谢谢小莫，香香香香，帮你包好，放心，我不会滴口水进去的。今晚睡得着觉了，哎呀。这个包装袋不太一样，看一下这两包啊，我们小莫的。起作用了，谢谢你们点的歌。首先是常规，好，常规。然后我们先都把投票券抽出来吧。常规投票券。好，我们来看小卡咯。首先我们来看，是大耳狗。不，布丁狗先生，布丁狗啊，不是故意的，布丁狗的粉丝，对不起，我今天穿着它，我黄了，说什么？没有哦。这个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吗？
没有啊、哦、海总没有你爱的小裤，我帮你打包好。我等一下拿夹子把它夹起来。吃一口吧。对不起。十一回来了吗？对啊，下一个是丸子，你要三张我帮你抽。我们从后往前，左边的第三包，右边的第二包。然后等会那包再拿，等一下再拿，先开两包。饼干好吃吗？我觉得还可以。刚刚那个是花小兔，哦，这叫花小兔。Hello， 小狗。我叫你小狗可以吗？总不能叫你巴巴吧？常规两张投票券，还不错，两张投票券抽出来。来，我们来看第一包。五、哦，是我们的帕恰狗，恭喜。丸子派恰狗可以的，好的，那我叫你小狗，我不能叫你爸爸，你去召唤一下。好的，他刚刚那两个还没抽。哦 ，piano 小羊，十一你要抽哪两张呀？先把小丸子，你这两张还不错，我们来准备一下第三个，我们就抽这个吧。十一，你要柯南还是要？你要抽柯南还是要抽三六？还有多少？一二，就是你刚刚那两个啊，你不送了两个吗？一二三四五六，柯南还剩六包，小丸子的最后一包哟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这里有十二包，除去七七的四包，还有八包，还有八包。你要左边还是右边？你可以报数字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包常规的投票卡。前往后二三 ，OK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张，哦，恭喜！恭喜小丸子，大耳狗终于出来了，没有重复哎，到现在还蛮不错的哦。它有分层吗？它这个有分等级吗？我发现有的卡是都是金色的，有的卡就是本色是吗？然后金色的都会穿服务员的那套衣服。狗哥出来了，快记你这三包收好。冠军狗，好的，接下来是七七的四包。七七，你是要自己选还是我帮你抽？我选。你喜欢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啊，左边我就顺拿四包，经验丰富的老手了。
两包两包拆。十一是要左边右边啊，你要从前往后数。常规先把投票券抽出来。哦，七七是库洛米。恭喜七七，第一个是库洛米，恭喜七七。好，我们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哇，这个是特殊卡吧？恭喜七七，叮，敲铃，给七七敲铃，叮。这个是什么卡？它是变异了吗？这是什么？啊，叮。恭喜七七出来了，这个应该是大卡，有四个。它是变成化成人形了吗？看来不适合你，还有两包，咱们加速。投票卡抽出来，剩下的七七太美的公主，谢谢你，谢剩下的七七看一下七七的剩下两包，一包是什么呢？五千，不要给我造谣，哪来多的一千？是妈妈兔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但是他是妈妈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是谁。哦，美乐蒂，美乐蒂，七七你的手气蛮不错哦，库洛米跟美乐蒂哦。哇，给大家再展示一下七七抽到的，你看，因为这个蛮不错，不错，对的。然后七七之后是十一，把十一的抽了先，十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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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。OK。谢谢彤彤彤的两个 H2， 然后还有小莫的四个，彤彤彤，咱们就先停一停啦，把这个抽完，咱们就早点休息了。好，二三，就这样吧，一二二三二三，好哦。明天应该是早上的班，见见见，见见见。我有多么向往成为你的向往，你早已成为。常规把投票券先抽出来。我也超喜欢这个，谢谢你。十一，再次突突，然后看一下，以后我们不叫小金，我们叫赌家居，别乱说，别说我带坏你们。哦，是绿花。我也喜欢，三丽鸥我就没有不喜欢，我都喜欢。恭喜十一，还不错，蛮不错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是现在就只剩下彤彤彤跟小莫啦。
我明明有不认识的，我确实这个我不认识。排名太靠后了。小莫的四包，就是虫洞朋友要最底下的这包，然后还有柯南的第六，一二三四 ，OK， 快，你错过了，错过了，是的，要结束了，三零宝宝要下了。八块，你要哪几个？嗯，对啊，随机播放，我帮你选。那我们就这样，一。从这边抽，然后。好的，这下是真吃不下了。谢谢云君的荧光海，要不等会剩下的都给你帮你拆掉了。云君，还是你想点歌呀？我要下了哟。要早点卸妆喽。谢谢云君的荧光海，我们来看看小莫的卡怎么样。小莫，我给你拿的是双数，单数一三五七。先把这个券抽出来。一首歌吧，你想听什么？刚好可以现在放着。是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四张卡。哇哦，第一张是大耳狗小莫，这个应该是那个什么卡，因为我看到这是后面了，后面有三张，这个应该是顶级卡。叮，你的欧气，小莫，欧起来了，高桥优起。好的，哦，恭喜前辈高桥。那我就放着了哟。哦，好吧，关心关心你，我不是每次昨天还关心你了吗？谢谢云君喽。开始转闪卡，对，应该这个是顶卡了吧，因为在这后面有，而且是大耳狗的哟，它只有库洛米大耳狗和布丁狗。买彩票，小莫醒了去买彩票。看看第二张，哦，是这个草仓鼠，这个我也不认识，这仓鼠还是花栗鼠，中了就可以凯了，凯了是什么？错，哦，这是大可，丫丫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，好像是叫大可。最后一个了，小莫，这个好可爱，这个我也不认识，这个是家族里的，是吧？这个我也不认识。菠萝来晚了哟，我要走了，你出去玩了吗？今天看得开心吗？好可爱，但是不认识。对，转推了，没有。最后同的两包啦，那你是
再代替他吗？拿他的号看吗？我们来看一下童童童的，先看柯南的吧。这个前辈，恭喜他。你是你自己哦，你我以为是你朋友拿你手机看呢。你先来看看这个吗？还有一张，刚刚是谁说不继续的？彤彤彤，你明天要买叉买彩票了。重复了，重复。你就告诉我你跟安室透什么关系，可以吗？对呀、啊，快要，我要下了。我拆完这个就下了。哇，还有一个原子，没有重哦，这个。这也能重复，对呀、啊，这也能重复。然后其他都是场景卡，一样的场景卡。女人，刚刚是谁说戒赌了的？人总是要有点遗憾。哇，这个应该也是不一样的吧？我彤彤彤你好欧啊！明天早上去吧，应该。我也觉得有点好看。真的蛮不错哦，彤彤彤。香香。好了，剩下的都是三零的了。三零剩下一包，然后。一二三四五，五包，柯南，我们一起拆了吧。看看三菱的手气吧。咱们五包一起捡，哇，好难捡，耶，哎。你吃吧，我不吃了。我这里还有威化饼干，你吃不吃？你们俩吃不吃威化饼干？吃吗？好，你自己。好的，传递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五包里面有什么吧。那吃吧，分一包，小莫分一包你的给陶慧吃。你看、哦、好好看呀，好多卡都好好看。哇，这个都能重，有两张这个。蛮不错哦。梓潼不吃了，梓潼说要说要太晚了。吃了顶肚子，我们一起拆吧，拆了我们看一下。我要洗澡了，你先洗啊。我说你在跟我们说话。他们在问，他说让你们俩快快快把他们的吃了，把他们的威化饼吃了。我们一起抽，我都没敢看。感觉这五包里面应该没有剩好卡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有一张，我自己也不看，还有一张。我们先不看这一张，把它拿开。哇，
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眯着眼睛看。场景卡，场景卡，哦，有两张 R 卡，场景卡是重的。场景卡，场景卡，这些都是场景卡。哟，哦，场景卡。哟，有个 SR 的伏特加，对，叫伏特加，吓得我看了也是，它是不是叫伏特加？不是，怎么有两张它？两张，不美。然后看一下，困难。这个小蓝，好可爱。五戒早噗呲噗呲，女人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最后一张是什么呢？是 QR 的服部频次，蛮不错哦。我恭喜我自己。还有一包，不知道是什么。那我们今天感谢今晚的整场直播的赞助商。哦，企鹅，企鹅先生，结束，完美结束今天。收获满满的一晚。收官，大家早点休息哦。库鲁米，七七，谢谢。双子星，把它放在第二张。转运 music。PR 卡，可爱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收藏，收藏。啊，理一下你，我有卡册吗？我这里有一个我之前的卡册，这些我下次再拿卡册装起来吧。大家晚安哦，早点休息哦。我把它收起来。你真的很坏，你这样让我很想集齐。我有空了，我再把这些卡理一理。晚安啦，大家早点休息，今天辛苦了。把它收起来，掉地上了。什么东西 ？BGM。嗯，展示完毕了，晚安。
对，吃完毕晚安。他自己。接受自己不总是那么勇敢，再继续寻找新的答案。就像是一场人来人往，时光如梭的梦，带着今年今日再次出来的那风。把它收起来了。晚安，我下喽，拜拜，大家。晚安，啦。我们有空的就明天见了，拜拜。没空了，咱们就是屏幕超 V 了，好吗？拜拜。明晚见，早点休息。或许可以写在一切之前。